帮我把往这边站一点，再过来一步。好 ，OK。那告别当选，祝郭董成为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好，谢谢。OK， 角度可以吗？比较站了，你们站了。今天郭董来彰化，特别跟我们在地的议员座谈。那刚刚我也跟郭董讲说，我们有透过网络去做民调，郭董民调支持度高达90%。那郭董也非常非常客气，也非常热心。来跟我们一起做勉励跟鼓励啊，也表示未来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他一定全力支持温中玉，让温中玉能够跟他一起，一个在总统府，一个在立法院，我们一起来打拼。我们另外也有当面邀请郭董来彰化举办一场郭董有话对你说，来了解彰化人的声音。那郭董也表示这边也会跟我们的议长谢典林议长共同合作来举办这场讲座，欢迎各位朋友，青年，尤其是青年朋友还有企业家，你们想要进军国际，郭董有国际观，他可以带领我们彰化的所有中小企业一起到国外去做对接。他心中已经有一个很明显。你家站了，你们站了。